8月14日，王栎鑫妻子吴雅婷生下二胎，因为剖腹的关系还正在医院休养。19日，他发文表示很想念女儿。当天，王栎鑫就带着女儿去看望妈妈，非常的暖心。吴雅婷也在微博晒出了王栎鑫与唯一的照片，但却是在吐槽着父女俩，笑称你俩究竟是来看我的，还是来秀恩爱的？照片中，王栎鑫正亲密地抱着唯一，睡得正香甜。看到妻子的吐槽，王栎鑫也搞笑回道：“你不是有长沙吴彦祖了吗？”并表达了对妻子拍照技术的不满，却也被给怼了回来。对此，网友粉丝们也纷纷表示：“就算你这么说，家庭地位也不会升高的。”